今天要来找我的新歌《跟自己对话》的原唱，听说他就在这个团练室里。听过这首歌吧？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有听过这首歌吧？会唱这首歌吗？不可能。你应该有听过这首歌吧？非常感谢 Givi 来唱《跟自己对话》这首歌，然后因为 Givi 的声音把这首歌带到一个很青春校园的感觉。你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吗？有啊，听到的时候就是旋律出来的时候就这是我可以唱的歌吗？还想说你讲对啊，讲那么快，我想说可是我的青春校园时期跟你的青春校园时期应该是不同的时代，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吗？差不多吧。你几岁？你不是18吗？哇你有看过 MV 吗？看过。那你觉得 MV 怎么样？可以来个三个字的形容词吗？还是五个字？很养眼，很养眼。五个字哦，真的很养眼。所以刘静是你的菜？不是，不是，因为我喜欢肉肉的。